老爷子，您的一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，您不是想听康辉给您唱豫剧吗？<笑>我不会唱豫剧，应该鲁豫唱。我绝对不相信。你看你刚才跟老爷子聊的那个程度，都已经到您喜欢哪个流派呀？那最喜欢哪个流派啊？我一般我听豫剧。曲艺都也可以。那您喜欢听是生角还是旦角啊？旦角吧。旦角。嗯。芸芸有种感觉，马上康辉哥就要技惊四座。我不会唱豫剧。刘大哥讲话。李太偏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 男子打仗，找边关，女子纺织。在家园，白天来种地呀，夜晚来纺棉。温州爷他辛勤把活干，将士们才能有这吃货穿。你要不相信呐，请往这身上看，咱们的鞋和袜，还有一盒山。 千针万线都是他们连呐，太难听了。如果京四座了是吧？非常好，就您连唱豫剧都普通话标准发音。立台，人家这是偏，有点那个河南。您立台偏，立台偏。 师妹，立台偏。那个标准。